我要做面镜子。用这个做镜子，府里面有很多铜镜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，奴婢去找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这样的镜子三法司一定没有。冷姑娘，您回来了。你就是那个把王爷从头摸到脚，还想扒了王爷衣服的仵作？你是谁啊，楚姑娘？这位是……你先别管我是谁，你先回答我，是不是你啊？我是我，不过我是为了考试才……还真有这么回事儿？我还以为是吴江和景逸合起伙来逗我。整得还挺俊，可是你不是仵作吗？怎么在这儿刷勺子？我没在刷勺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猜啊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吧？我都三天没洗脸没换衣服了，你居然说我好看？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看的女子。这么好看是怎么好看？你的五官位置工整，轮廓清晰，下颌骨宽窄合宜，颈骨线条自然流畅，肩宽腰窄，大腿浑圆，小腿修长，还有一种女子身上很少见的力量之感。如果我是男子，一定会想娶你的。王爷，越来越没有正形。谁没个正形啊？你家仵作刚刚还说要娶我呢。我，哎，你可别想赖啊，我可是有人证的。行了，元翘，带他去洗把脸，去十戒堂等我。是。我等着你去挖。王爷，他是谁啊？他是黔中道节度使冷佩山的孙女，冷月。他从小就这样，有口无心，若有冒犯之处，我代他向你赔不是。